哇，厉害！目前最让我满意的是鲑鱼啊，很值啊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新鲜。今天啊，现在已经从这个紧张嘛哦，然后到现在看到大家这么多人，然后现在很兴奋，然后你觉得这么多人来祝福，就很幸福这样。那其实这几个月来，点华真的是非常的，我认为非常贴心，非常细心。他帮我们想了很多一些整个点子在我们的婚礼上面。对。然后我们不懂的呢，当然他们非常专业，所以呢他提供了很多这个案子啊点子给我们，是非常谢谢点华整个的支持跟赞助。怎么样？好多细节都不了解，所以他们就是从很多地方，然后慢慢帮我们，就跟我们分享别人的例子，然后怎么去安排，然后到协助我们，就让我们觉得今天就是来享受自己的新婚，觉得很开心，会很安心来这边，然后吃的东西又好吃，然后大工程就是佩蒂，谢谢佩蒂，好，谢谢你们哦。